来，我们全部路口集合。好，帮忙拉，帮忙拉，能帮忙拉人的直接在世界屏打222。然后其他人直接升级他的组队。法师全部拿喷射体魔杖哈，我们得先入石油王主帮他补血了哈，石油王的法师。石油王怎么停手了？石油王你停手了。来近战，让开一下位置，有效输出还是要给一下。那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现在法师好魔路 O O N 已经完全没有魔了，你可以直接回村。你现在要有队伍哦，才能回村补魔。他太冲晕了，太冲晕了，会死会死。往下跑，不要给我往上跑。往下跑，往下跑。再补，再补，再补，你那个位置真的不好补，前面有障碍物，往下拉，往下拉。哇靠，这冲晕的很靠北，你们都离开，离开攻击范围。他是50%以下而已，还是20%？哇，这个冲晕会死人呢，这个冲晕会死人，注意注意。哇，连晕的，我靠，这只王是怎么设定的？都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，法师不要再前进了，会死，会被冲晕晕死。补石油王，补石油王，补石油王，现在没空。我靠，不杀小啊，这是。我们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夸张，夸张，这真的太夸张了。不要哦，不要哦。来，全部飞掉，全部飞掉，停损。这只王真的太强，打不完。全部飞掉，全部飞掉，全部飞掉。还没准备好。